等陈主任委员代表筹备委员将我们的协会印信移交给我们的创会理事长陈聪林陈理事长，请大家掌声鼓励。彰化县产学精进协会十四日正式成立，由创会理事长陈聪林携手县内五所大专院校共同努力，聚焦于未来产业人才的培养、产业应用技术的创新以及产官学交流合作。今天的成立这个彰化产学精进协会吼，是为了咱彰师大目前办这个实作竞赛，学生实作竞赛的活动，啊，因为教育部的经费有限吼，所以咱就啊产业界来支持去办这活动。我总之我希望讲永续经营吼，你今年把这个会务做好，甲咱这样迄条做器械，咱这条做这个精进协会吼，会当甲这个彰师大吼永续经营。啊，共同经营，共同成长，啊，为我国家、为我们的社会，还有那么学生出一点力，那个力量。彰化县产学精进协会在彰化青年创业协会的穿针引线下，由一群热血企业与教授们成立，同时也邀请彰化企业经营研究协会与彰化中小企业协会共襄盛举。协会已建构产官学研交流平台，搭建科技实作竞赛。共育产业新人才，构筑产学创新研发，共促科技新动能为宗旨，欢迎认同理念的企业一起加入，一起为培育未来产业人才努力。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